Bose 一向都出开音响器材，可能惊班记者觉得冇生意啦，所以今次连电视都出埋啊！ 之前要玩靚聲，就點都要喺屋企 set 到1嚿2嚿咁。難得 Bose 出電視，當然要將呢啲嘢整走曬佢啦。但係冇咗呢幾嚿嘢，唔代表佢啲聲唔得喎。因為佢有特別嘅組件，可以利用一啲技術，令到佢啲聲唔會好似喺電視機出嚟咁樣，會變得比較廣闊啲，而且音質都唔錯㗎。不如大家感受下啦。 呢部電視叫做 Video Wave System， 支援全高清，其餘嘅接駁位就要靠下面呢嚿嘢控制啦。佢嘅外形比較平實，雖然睇落比較厚身啲，但係勝在唔會搞咁多花神啊嘛。大家最緊要都係靚聲啫。佢嘅遙控仲極度簡單啊，有啲似第一代 iPod 咁，喺 Kick Pad 上邊用手指去轉，就可以揀到唔同嘅功能。另外，佢仲有個 iPod Dock 添。 可以放 iPod 或者 iPhone 入去聽歌。部機嘅售價唔算特別貴，同其他出名嘅高清電視唔會差得好遠啫。